第一个题目，如果某某某做直播节目会变得什么样呢？好，我们今天来第一个人名，哇，这个韩国瑜。如果韩国瑜做直播节目会变怎么样呢？如果韩国瑜做直播节目会变得怎么样呢？来，大家如果有趣的答案就举手吧。有吗？大家对韩国瑜是没什么感觉了，已经演腻了。如果习近平做直播节目会变怎么样呢？如果习近平做直播节目会变怎么样呢？如果各位军民同胞对于我们刚刚的说法有兴趣的话，请刷一波666666。我看一下哪几个没有刷六的。没有，我还在等哦。OK， 叮咚，如果巧虎做直播节目会变怎么样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巧虎，今天我要录一段，跟我妹妹一起做的直播，你看。他是白虎。还有其他答案吗？还有人其他想法吗？完全太胡闹，完全没有办法接了，完全没办法接了啊！糟糕。好，宝哥有答案。如果巧虎做直播节目会变怎么样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巧虎哥哥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唱唱歌、跳跳舞。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有几个小孩子在看呢？大家好，哥哥刚刚没有抽烟哦，烟蒂要丢掉，要把它丢到排水沟里。不是吧？也不是吧？不可以丢排水沟吧？好想吐槽，你明明就是胖虎哥哥吧？巧虎是胖虎啊。这个很有趣，得分啊，很有趣，很有趣。如果巧虎做直播节目会变怎么样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巧虎哥哥，我今天呢要用演员的身份跟大家做直播喽。哦，还有小朋友的妈妈们，Hello， 大家好。你们看到我开心吗？谁说我是他妈流浪汉的干你娘鸡巴嘞？不是干你娘！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会员编号是不是啊？不是巧虎吧？这不是巧虎啊！嗯、这根本就不是巧虎，单纯只要生气而已。他这个就不是壮，这是壮壮吧？为什么还有新人？还有上海的康乐组吧？哎，好浪费，好浪费。完了太可怕了，好可怕哦！我没办法接在这后面演吧，好可怕，好可怕啊！好，我们这个飞题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好了，我快受不了了。我们来看下一题，你以为别题就逃得走吗？下一题更糟糕。在 Swag 影片里面做什么事情会变成怎么样呢？在 Swag 影片里面做什么事情会变怎么样呢？请大家给我们活动。主持人，不好意思，我个人没有。大家了解什么是 swag， 那待会演出会不会少来了？你少来了，了解是 swag 就是跟麻豆差不多的东西。麻豆是一种水果吗？还是这个地名？台南麻豆是地名。好，OK， 水果台啊，水果台啊，我们尽量好，那我们尽量好。好，我们看到很多建议哦，来，我们来第一个。
第一个，在 Swag 影片里面泡茶会变怎么样呢？这个我来。哦，有在 Swag 影片里面泡茶会变怎么样呢？你就会。我就说，来泡点茶。没有水啊。镜头外面。Oh my god！ 有那么多。OK， 哇，进好专业的领域啊，哇，好想把你的这个书故事放。对，是专业，这我是专业的。来，好来，那个东义在 Swag 影片里面泡茶会变怎么样呢？哎、欸，今天要泡茶是不是？啊，你家有茶包吗？没有啊，没关系，我有带。不愧是好小白眼，专业的，而且是双茶包哎、欸，天哪，立体茶包很浓哎、欸，茶味很浓，很浓。我到现在讲这句话有点晚了，可是我好像我想好可能要离开了哈，我去。信啊，你一定也是在被告席里面。连带没有，他是污点证人啊。转污点了、哦，他转污点了。我跟你讲，信不信我现在离开就是原告了？我跟你讲。OK， 还有其他人要作答吗？因为搜九的女儿应该都有在看搜九的直，哦，不是欧野的直播节目嘛？对，欧野女儿都在看他直播节目。搜九女儿应该在看到大爆料、欸，大爆料！哇塞，这个我超接大宝跟壮壮的啦！哇，点播啊，快点，这题你们还有吗？还有想让其他答案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换下一题。OK， 没了吗？再下去了。在 Swag 影片里面摔跤会变怎么样呢？哦。在 Swag 影片里面，如果摔跤会变成怎么样呢？谁在笑？来，我来。哦，有建豪有答哦，厉害了。Swag 是建豪的Swag专家。广角 Swag 影片里面做摔跤会变怎么样呢？一定要站起来吗？一定要吗？你们在 Swag 里面的摔跤。怎么变弯了？什么东西？你玩了有了，还没打就滑倒了。你这不是摔跤，你是跌倒啊！我要摔跤，结果就滑倒了。摔跤吧？你这是丑脚啊！好了，还有其他有答案吗？壮壮，在 Swag 影片里面摔跤会变怎么样呢？我的天哪！我的妈！可以了，壮哥，滴血一物把它解除好不好？滴血一物可以解除吗？太可怕了！可以了啦！我可以这样表演的，好厉害啊！好强哦！我怕现场观众都不太知道什么是即兴表演，然后完全误会了吧？哦，哇塞，这个是Swag兼摔跤专家，哎，太强了。我觉得今天的即兴应该证明一下，应该叫勇气即兴。大家是鼓起勇气才有办法做的即兴，这不愧是即兴之鬼说出来的话，太强了、哦。哇，又有人抖这样子笑起来会生气吧？对呀、啊、，OK， 超勇气即兴，好不好？超勇气，超勇气即兴，还是会生气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题，在 Swag 影片里面变魔术会变怎么样呢？怎么感觉他们都有拍过啊？好像都是已经做过的事情。对啊，在 Swag 影片里面变魔术会变怎么样呢？来，有没有人有想法？啊，我可以。好，来，大宝。在 Swag 影片里面变魔术会变怎么样呢？哎，准备好，五、一、二、三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变什么？打马赛克？马赛克？灯雾吗？啊，马赛克啊！我刚刚的魔术还清楚吗？刚刚有点好，就结束了。Magic。哇！解释哦，解释一下，解释。我知道大宝要表达什么了，我懂了，我完全懂。
障眼法，是不是那个马赛克？是不是瞬间马赛克就变出来了？我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对对啊，障眼法就把别人眼睛射成白内障。哇塞，我真的想好几秒才懂哎，哇塞！对，分什么？直接把一部分黑，分坏掉了啦，分坏掉了，瞎了，就是分瞎了吧？好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还有其他有答案吗？我是一个，欧爷，欧爷，我是一个，欧爷，你自己出来的哦，哎，你自己出来了，才自己的那个里面变魔术会变怎么样呢？今天呢，跟我们一起拍摄的是我们的以前的街讲师叫欧爷，然后跟我们拍出来 swag 影片。大家好，我是欧爷，没想到我出在影片当中嘛哈。先来变个魔术 ，swag，swag，swag，swat 分析是我们在企业当中很常使用的。这个 swat 分别就是优势、劣势、机会跟威胁。这段的现场有人，你可以看到。哇哇 ，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哇，清流啊，清流太清流啦！哇，欧爷、啊，光你一个人没办法的啦，欧爷你放弃吧。欧爷还想要、啊，你救不了我们所有人的，这个、不行、啊。的分析就是我的劣势，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你们拼这个，我只能拼。哇，还想洗白啊，欧爷来不及，你已经跟我们玩极星一个多小时了呀。不要共同被告者啊！共同被告者，共同被告者啊！哎呦，好可怕！共同被告者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的帽子戏法，就到此告一段落啦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啊，这真简单啦吼！因为呢，讲起来对啦吼，真简单啦。你来我们监狱啦，我是建议你犯罪啦齁，你犯罪的话齁，来监狱齁就可以学到这些啦齁，其实很简单啦齁，哎，你用这些啦齁，你用这些啦齁，很简单啦齁，那你齁，你这个怎么玩呢齁，你要放到你的这个嘴唇上面啦齁，这样齁，你这样子玩齁，哎，你试着齁，你当然会怕啦，但是我建议你一次走到底啦齁，你这样玩哈。为什么这是交女朋友啊？交女朋友，题目是如何交到女朋友？我不要跟他同台啊！